我们现在看第七节，第七节这一节很重要。诸显云何五圣音？这个五圣音就是五音啦，什么叫做五音呢？五音就是色受，这个觉，它有时候翻译做觉，中阿含大部分都翻译做觉，那这个是受，色受的受，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五音，或是什么叫做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好，那再来，那什么叫做色蕴呢？色声音，这什么叫色音呢？什么叫色蕴呢？为有色比一切四大及四大造。注意哈，这里先讲五蕴出来，然后五蕴里面它又在针对它前半是先把那个五音里面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色哈，先把它解析。经文的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在解析这个色哈，解析这个地水火风。也就是说，它这里是要解析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色身呢，是由哪些所组合而成啊？这一经的前面大部分。那后半他才讲到空跟事，也就是后半他才讲到那个受想行识，前面的大部分都是讲这些地水火风空事。我们再来看，比有色，也就是说所有的身体所有的物质啦，比一切四大及四大造。你看到一切哦，任何众生任何的动植物，一切的山河大地，这些都是四大及四大所造。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那云何为四大？什么叫四大呢？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四种界。诸显云何地界？诸显为地界有二，为内地界、外地界。云何为内地界呢？为内身中在，内所色间，间性住，内之所受，此为云何。为法卯爪齿皮肤肌肉筋骨心肝肾五脏这些，还有胃粪，这些都是啊。如是此中身中于在内所摄兼性住内之所受，诸显是为内地界也。诸显外地界者为大事净事不增恶事。诸显处此外地界极大极净极不增恶，是无常法、尽法、衰法、变异之法。况复此身暂住为爱所受，为不多闻愚痴凡夫呢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这里哈，真的阿含经文哈，你要看懂都是要你要身心要静下来，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这里面所讲的哈，他这里先挑出这个地界，我们用现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名词来诠释。因为地水火风如果没有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来诠释的话，很容易又被转变成为一种佛教里面的名相，哲学名相，一些很空洞的一些那种抽象的概念，这样子啊，结果光是在这个地水火风里面啊，你就在那里绕好几年了。地界事实上讲的就是我们的大地了，地界讲的就是我们的大地，我们的土壤，这些都是水，就是我们很常见的流水，很常见的这些流水。火最主要讲的是什么？太阳。火它事实上讲的就是最大的源头，讲的是太阳，因为这样的话它才会转变出阳光啊，还有能量啊。风讲的是什么？空气。再来，这个空讲的是什么？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对，
先从空间，空它的含义很深，但是要大家先从一个空间来理解。你看哦，不要把那个地水火风想得很抽象很玄。事实上地就是大地，流水，水就是流水，火就是阳光，太阳，阳光能源，风就是空气，空间。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你看看哦，你的生命，所有一切众生的生命，所有的动植物，是不是都是由这些所组合而成？有没有哪一种动物，哪一种植物它例外？这样知道吗？这个大家要慢慢去体会，就是说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完完全全是由大地、流水、太阳、阳光、空气，有形的色身就是由这些，它的主要元素就是这些，由这些组合而成，这样知道吧？所以这是把我们的身心，把我们的这个色身呢解开，它的组合元素就是这样。那我怎么样去看到，那我这身体的地界到底是哪些呢？后面的地水火风这里就有讲，来我们来看地界，讲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骨肉之类的，也就是所有那些硬的东西，有执爱的，地界在我们身体里面，你身体里面的这些肌肉啦、骨头啦、头发啦，还有那个指甲这些啦、硬的东西啦，还有它做里面你那些那个支撑的这些哈、它都是属于地界。地界在流水，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哪一部分，这样知道吧？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血还有液体方面的这些都是，哎，对，眼泪啦，小便，这些都是太阳、阳光、能源，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些能源。我们身体里面的能源，因为你身体里面有能源，所以它才能够保持一种温度，我们的体温这些它才能够存在，都是因为我们有摄取这些太阳这些能源。但是我们人类动物能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透过什么？是透过植物直接吸取太阳的阳光能源，透过植物的转化才能够转化成为动物所能够吸收的能源。你身体里面的能源是间接从太阳过来，这样体会到了吗？这样知道哈？你身体里面的能源都是间接从植物直接从太阳这里吸取能源，转换能源，然后流到你身体里面来。再来，空气，呼吸啊，你身体里面的所有这些气体啊，氧啊，二氧化碳啊，身体里面的所有这些气体都是。氧啊，二氧化碳，这些都是啊，身体里面的这些气都是属于空气。那我身体跟这个大地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你看哦，我们每一天哦，每一天大地的这些地水火风哦，都会流到我们身体里面哦，然后又会排出去哦。这怎么讲呢？你每天吃三餐，吃的饮食啊，像五谷啊、饭菜啊，那些都是大地
地界的一种转换，知道吗？这样知道吗？你无法度直接吃土啦，你无法度直接吃土，但是你吃稻米，你吃稻谷，可以消化吸收吗？对不对？所以植物也是一样，它把这个大地里面它吸摄取一些，然后我们人类身体可以吸收的，就从那个大地里面它吸取部分的能源，那种物质，然后转换出人类所能够吸收的。这样你三餐所吃的这些硬的东西，五谷啦饭菜之类的，它就是属于大地里面的一种转换过来，这样知道吧？到这里听得懂吗？可以了解齁，因为你要慢慢的了解才知道说你的生命跟这个大自然是息息相关，而且完全是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元素每天来进进出出的交换，你的生命才能够活着。流水是一样，我们所喝的水，所喝的汤，都是大自然的水啊，它是在大自然里面流动啊，流动啊，那我们只是拿一瓢饮来喝啊，然后喝了之后再怎么样排尿，又把它送回大自然了。那我们前面吃的这些硬的东西到身体之后，它又会形成什么排掉？对啊，粪便啊。所以地界是一样哦，我们每天我们身体里面地界它也是一样，有生有灭，有进有出哦。大地地界方面在我们身体里面一样有进有出，水也是一样，我们喝水喝汤有进，然后我们又透过小便或是排汗把这个水又是回归自然，这样子啊。啊，这个阳光也是一样哦，我们每天我们吸取很多的这些能源，透过植物的植物，像那个稻谷，稻谷啊，或是我们吃的饮食里面，这个饮食里面它事实上这些都有哦。我们所吃的三餐里面硬的东西，这属于地界。你的饭菜里面它一样有液体的部分嘛，一样有水啊。稻米里面它含有很多的那种热能啊，卡路里啊，那就是都是从阳光转换过来的。所以我们吃稻米，我们吃这些饭菜，我们就是要吸取里面的那个能源啊。太阳方面它也是一样，透过植物的吸收然后流到我们身体里面。再来还有我们直接接受太阳阳光的这些恩数还很多，它提供我们光明。再来当我们接受阳光的时候，我们身体我们一样可以接受阳光的部分的这种功能，它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什么？它可以增加我们身体那个对维他命 D 的摄取，还有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哦。再来就是说空气方面一样，你每吸收的空气啊，一吸一呼都在跟大自然在什么？对，都在交换哦。我们每分每秒都在跟大自然在交换，阳光也是一样，我们吸取这些能源能量进入我们身体，就算说你那个核能发电厂也好啦，你转换能源出来之后还是有废物嘛，还是要排掉，还有你那个能源它转换出来，我们吸收能源之后，我们又把这些能源我们做种种的工作，包括我讲话，这个都是要消耗能源嘛，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是跟大自然的地水火风不断的在交换，不断的在交换，不断的进进出出，生生灭灭。所以大家一方面慢慢去体会这方面，你可以体会到无常，可以体会到无我。无常它还代表就是说一种流体啊，所以我们身体也是个流体啊。你看有没有地水火风每天都进入我们身体里面，然后又不断的排出啊，不断的交换啊，生啊灭啊，生啊灭啊。
这样知道吧？今天幻灯片还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地、大地、流水、太阳、空气本身，它们又是怎么样呢？不断的刹那，刹那在怎么样？本身都不断在刹那生灭变化。从这些不断刹那生灭变化的元素所组合的身体，它怎么会不变呢？这样知道吧？所以佛陀就是要我们去体会，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整个地水火风，这整个这些它的一直那种无常刹那生灭变化，身体也是这些组合而成。那你由这些会变化的元素组合而成的身体，怎么会不变化呢？这是无常法印。再来，我们每天又不断的吸取这些无常的这些元素进来，所以你每天都在跟大自然界都不断的在交流，都不断的在浸泡这个无常的法流里面，知道吗？有体悟到吗？所以这个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当你真正能够体会这个大自然对我们生命重要的时候，这时候你越深入一层体会，你那个我是、我能、我慢就会渐渐的减少。没有大自然的这些供应，看你哪里还能够我是、我能，这样知道吧？所以那个深层的那个我慢，一定要从这些深刻的去体会才会断除。所以我这是跟大家讲说，这方面的体悟非常重要，这个断深层我慢非常非常有效。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经文九十页这里的，就是说他就把它解析开来。那个地界讲的就是我们身体的法卯爪齿、皮肤、肌肉、筋骨、心肝肾、内脏，这些也就属于硬质这些东西哈。外地界者为大事净事，不争恶事。你看哦，外地界，如果你光从经典文字上面的话，你看不到说外地界到底是指的是什么，那就会变成在那里名相。外地界者大事净事，不争恶事，学了老半天还是在一些名相上面绕，那在那里见证不断。外地界讲的就是山河大地啊，讲的就是山河大地。那我们要去看到在隔壁这一行，此外地界极大极净极不争恶，注意这几个字含义很深。地，大地广大，再来地水火风，它后面这些都一样都会提到这一句话哦。外地界者极大极净极不争恶，提到水界的话一样，外水界的话它是极大极净极不争恶，火界也是一样，外火界极大极净极不争恶，风界也是一样。这要大家慢慢去体会哦。为什么说地水火风外面的这些地水火风它是极大极净极不争恶呢？为什么？为什么说极净极不争恶？你看哦，你所很不喜欢的那些大便啊，你认为很龌龊很肮脏的那些东西啊，大自然有没有去接受这些？接受啊，接受。再来就是说，那这些你不喜欢的这些大便，它回归到大地之后，它又化成了什么？对啊，养料啊，营养啊，它又做其他的这些营养。地界方面、大地方面，它还是一样不断在做那个资源回收，然后又重复利用，这样知道吗？那所以这个大便的肮脏龌龊，这是它本身是这样，还是说我们人类把它分辨出来的？你认为大便脏你讨厌它，那是人类把它分辨出来的，因为你不喜欢你就认为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对大自然、对大地来讲，我没有这些问题啊，我都好，我接受啊。大便对我这个大地来讲，它还是资源回收啊，
也是可以重复应用啊，但是营养品呢、啊，对大地来讲，我没有这一种认为说它净或它是好或是不好的那种分别，没有，这样知道吧？好坏、善恶、美丑是人类站在自己的立场，要去二元对立的区分。你所喜欢的，你就认为是好的；你所喜欢的，你就认为是净的；你不喜欢的，你就认为是坏的、恶的；你不喜欢的，你就认为是丑的、脏的。这样知道吗？所以那是人类二元对立所分辨出来的。但对大自然来讲，我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叫做极大极净，那个净就是没有这些。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正是负啦，进入我这里面，它是一个绝对值啦。这样知道？再就极大，就是说你的这些，你看你的心胸再怎么广大，你不会比大地大啦。大地它可以养育你啦，可以承载你啦。你的事业再怎么大，你的地盘再怎么大，大地永远都比你所占的地盘还要大。再极不争恶，这一点又要好好去体会。你看哦，政治上有你对立的国家，宗教上有你所仇视的宗派，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有你很不喜欢的人，有你认为的坏人，但是对这大自然来讲，他有没有这些分辨？有没有？所以大家去体会。政治上你所对立的，你认为很不好的那个国家那个种族，对大地来讲，我一视同仁，不会说你的仇敌，那我这个大地就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去用一些去刻意把这个你所仇敌这样把它盖死，把它压死，这样知道吧？政治上的仇敌，政治上的对立，包括说你利益的冲突，或是说他所扮演的是社会上的坏人，但是这些大地呢，都默默的承担接受，这就是极不争恶。你再怎么讨厌的人，大地一样接受他。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啊，慢慢的去感受，这里面你要慢慢去感受。当你慢慢去感受之后，然后再回来想想，那我自己也是大地里面的一个分子，一分子，我也是一样要需要大地的长养才能够存在。大地能够包容一切，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包容一切？知道吗？这个很重要，修行上这方面很重要的心态。佛陀他们以前的修行跟他们所住的都会跟大自然结合，就是深深刻刻的从大自然的启示里面去体会到无我无私。你真的能够去体会的那种大地大自然的这种伟大，对众生默默的涵养，默默的长养，然后又是无条件无所求，这样的话你的心胸绝对会有很豁然很超然的开放。你接受大地，接受大自然，地水火风光方面的，你接受大自然的是无条件无所求的长养你啊，知道吗？你接受大自然地水火风，大自然界的是无条件无所求的在长养你，有去看到吗？如果你真的心静下来去看到的话，你会大大的升起感恩的心。再来就是那个我慢会大大的降服。
啊，这个绝不是说用想象、用幻想，不是这样啊，而是事实存在是这样。你有没有去体会到？你有没有去感受到？如果有的话，那你在你的修行方面，以及你的心胸、你的见识方面，会有很超然那种超越，会有很大的突破。好，这个就是地水火风，他们这是极大极静极不增恶，但是我们一样要去看到无常法、进法、衰法、变异之法，不管地水火风哪一界，都是无常、刹那生灭、变异。你慢慢去体会这些，你是要跟整个大自然要融入啊，你又体会到那个无常刹那生灭的法流啊、法印啊，这些我们透过实修实证，你一定可以亲证到，佛陀亲证到。那么你现在也要把你的慢慢把你的文思进入到实修实证真理，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只怕你不去求证而已。只要你愿意去求证的话，你一定可以证明到这样的法印真理。从哈勃太空望远镜所看到的，帮我们揭开我们的，就是说地球跟整个宇宙的很多的迷惑，而且这方面也刚好都可以让我们对经典、佛教经典里面所叙述的这些法义有更深入的去求证跟体会的。我们把它播放一些。那因为要了解更深的这些比较深的这些天文方面的话，哈勃太空望远镜它提供很好的这一种资料，所以我们很多方面透过这方面来了解。我们要慢慢去看到，就是说太阳系的形成跟地球的形成以及生命的形成，这些跟我们今天所讲地水火风空这些都有很深的关系。慢慢的我们更进一层的去体会什么叫做缘起甚深，这是什么知道哈？这一章这是空，空，我们今天有讲到那个地水火风空，那个空啊，这个空是甚深即甚深的，不要把这个空当作一种哲学名词、哲学名相，它含有很深的这些含义。那我们今天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一个空间，没有空间，你地水火风万事万物它没办法成立的，这以后我们再来解析。在我们这个虚空之中有很多的星云跟银河系，这就是在虚空里面的很多的微粒慢慢的酝酿、慢慢的组合、慢慢的形成，从空中生妙有这样逐步的因缘缘聚而生，不断的一直在演变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星球的诞生跟死亡，这个一样都是在示现无常，在告诉我们无常法印。前面有跟大家介绍黑洞，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有黑洞就会有白洞，这边现在假设说这边它是黑洞的存在，很多的星球不断的一直进入这个黑洞的范围里面，然后慢慢的这些星球它消失，然后它会释放在另外一边，它会怎么样呢？释放出什么能量？它会释放出很大很很大很大的能量，这是那个天文学家把它画出来的啦。哦，那不然这边相反的，这边就是不断的这种星球的这种不断的被黑洞吸进去，然后慢慢的星球它会消失，被吞噬掉，但它会放出非常非常巨大的能量出来。像我们说那个核电厂这些啊，核融合这些反应啊，都是运用这一种啊。
让一些物质的那一种转换成了巨大的能量出来。这边黑洞东西洞那个有形的这些能量吸进来然后消失，它会转换出能量出来。啊，这个能量它出来它又散播在整个虚空之中。这样知道吗？它散播在整个虚空之中。好，这是一个星球的爆炸。这是实际拍到的哦，都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实际拍摄到的。这是一个星球的爆炸，当它爆炸之后，它本身一样提供出转换出大量的能源散播在这整个的虚空中。好，只要有能量它都散播在整个虚空之中，当它因缘形成的时候，它又会从能量慢慢的凝缩聚集而转换出什么出来？它会转换出那个微细的粒子出来，从极微细的粒子慢慢再凝聚转换出原子出来，原子再慢慢的排列组合又转换出分子出来，然后分子在不同的这样排列组合又转换出万事万物出来，这样知道吧？所以科学家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宇宙里面发现到，就是说职能转换，职能会互换，职能不灭。它在怎么样一个消失，另一边又出来，就是这样不断的。但是这个出来不是原来的那些的，它已经是不断的在排列组合了啦，这样知道吗？就好像说，我们说资源回收。哎，你很多的这些那个铜哈，然后我们回收来之后，然后到那个熔铜的那个锅炉里面，再来重新再制造出铜出来。那你看呢？你要知道说，你新的这一条铜跟原来那个铜，虽然说那个成分是类似哈相同，但是不是原来那铜它进入到里面，然后洗涤之后，然后又一条好好的铜又原来那个铜出来。这样知道吗？新出来的这个铜它已经是很多的那种融合之后然后又再出来了，包括说纸张也是一样啊，你说再生纸啊，我现在这里一万张的纸这样把它搅拌之后然后再来用到里面之后然后再制作纸张出来，但是要知道那个新的纸张不是说你原来我这一本书的第几页，然后我这本书这个第几页消失之后，然后下个出来，这本书印出来第几页，哦，就是那一页。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要讲这个？这跟你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什么观点知道吗？对对对，人也是一样哦。还有缘起性空，这都关系很大。不是说，哦，你原来的这一张进去，然后洗一洗之后，又是那些同样的演员又把它组合成这一张出来，不是这样。新的纸张它出来的它是又是很多的因缘聚集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体会，就是说虽然会有生有灭，白洞黑洞这个有生有灭，星球会有死亡也会诞生，但是这个新的诞生不是原来那个星球死掉之后然后又原班人马又原班的那些能源又在聚合然后又就产生相同的一个星球，不是这样。它已经是不断的在虚空之中不断的在原生原灭排列组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猎户星云。那这个星云你看哦，它这个星云的产生就是由我们这个宇宙中这个虚空之中它有很大量的这些能源，因缘聚集之后那个能源它又慢慢的转换出那个极微出来。像现在的那个天文物理学家或是高能物理学家，像我们国内那个丁肇中博士，他们就是在做这方面的那一种突破。他们就是你把原子打破之后他们又追溯到里面的那个中子跟质子，有没有？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说核子那原子弹，那现在已经是进展到核子弹，那现在再来还研发出什么弹出来？中子弹出来。
所以现在就是要把那个更维系的那些打破，然后他们发现你每打破一样，每打破一层，然后他释放出什么出来，都是能量出来。所以这个都在告诉我们，都在跟我们诠释，就是说都是物质跟在能源，所有的物质就是由那些能源凝聚过来，转换出极为粒子，慢慢的形成各种物质出来。那你逆推回去也是一样，你逆推回去它就是慢慢的瓦解瓦解，然后但它就释放能源出来的。这个就是心经里面也有讲到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空从一个角度来讲，能源就是空里面的一部分，一个特性之一。色不异空，那个空就是讲能源，那个色就是讲的就是所有的物质。物质跟空它是不一不异啊，它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但是不是说空就是只有能源，能源只是空里面的一个特性之一，这样而已。水空和物质哈，嗯，是不是也是就是转换成为那种能量？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细胞，对啊，结构成用细胞，对啊，也是，对啊，结构成那样说，人死以后这些分解以后也是变成了这种能量，对啊，然后在虚空，在虚空中，对啊，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夜市的一个种子，然后这个能量，然后再慢慢具体。只要还没有解脱，你那个抓取就会还会在，那个核心它就还会在，它又有一个种子出来，这个种子又会遇因缘，又会再起。那这个种子是以什么形式而存在？刚才不是有讲过吗？就是所谓你刚刚讲是一样都是地水火风空这些组合而成，空是这些所组合而成，只是那个成分比例不同这样而已。像有些种子哈，有些植物它开花之后，然后它像那个棉花哈，它那个种子它爆开之后，它会怎么样？对呀，它会随风飘动啊，随风吹哦。你看啊，它那个种子，你看它就很轻啊，它会随风吹，然后吹到适当阴凉的时候，它又会再长。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个种子也是地水火风。里面一定都有哦，地水火风空所组合而成，这样子啊。只有证到阿罗汉的人，他那个我是我能自我，他才全然的瓦解，没有我慢，他才全然的放开，没有任何的抓取。在他大波涅槃那一刹那，他也没有不会有任何的抓取，他是全然的跟这个宇宙跟这个虚空都是融为一体的，所以这就是他进入到无所在、无所不在。那它是能量。啊，就是说夜市，没有那个夜市那些。没有夜市。哎，对。那它是以能量形式存在吗？是这个。他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包括这能量方面它都超越啊。因为这方面是属于比较高深的，你现在逐步这样慢慢上来，那你就可以逐步的去体会体证。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说从空里面的能源，然后它慢慢的凝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片星云。这个非常大，这在虚空里面这个非常大。我们太阳系只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点亮而已啊。那它里面的一片一个部分，它都可以慢慢的运转，这个就是星云。然后它慢慢运转之后，又会形成一个星球，就会出来一个太阳系。这就是玫瑰星云，蔷薇星云，但它看起来蛮像玫瑰的，这蛮有名的，这都是实际的实景。它就在虚空中就是这样，然后把它放大，这个也是一样，它都不断的在制造出星球出来。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哈，它能源又转换成为那个星球出来。基督教讲说叫做上帝在创造，有没有？但是佛教讲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背后创造。佛陀看到的就是说，
这整个背后的这些都是整个大自然的自然原生原灭，各种因缘它不断的这样就是一直在转变转变。因为有任何一个神在的话，那个神也是属于地水火风空所组合而成，这样知道吗？这个大自然的法则它是非常深的，它不属于任何人，你在超级的神你都不可能创造的，但是这个它这种大自然的一种原生原灭，这是非常的深非常的深，所以叫做缘起甚深。然后那背后的空，你要看到缘起甚深，你才能够体会到那个背后那个空那更深的。嘿，那刚才那个界里面不是地水火风空是吗？那个是就是这个缘起里面的缘起的原点，是不是？你说那个是啊？最后那个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所以我们刚才那个有讲，因为下一堂课才会再讲到那个是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去抓住一个那个真常唯心的那个事出来啊，那不一样。所以刚才有讲说，地水火风加空会产生那个事出来。那你这个空已经整个的原始性空了，里面还要再有一个事出来，那就是没有下这个下一堂课会解析，下一堂课会讲。这是一个你看了。那个新兴的诞生一样啊，都是由能源所凝聚转换成有形的物质出来。这是孕育星诞的老鹰星云啊。孕育星诞哦的老鹰星云。这是非常广大的星云啊。那这个星云它都是由能源转换过来。那你看当它慢慢的这样转换，因为所有一切东西都在动的。当它转换成为就算说它在极小的原子、核子、介质、中子那些，它里面有没有在动？有啊，都在动啊。它里面它都是一种波粒啊，维系的一种波粒啊，都是在生灭在动啊，这样知道吧？那你看哦，能源本身的是在流动，当它组合成那种维系的粒子的时候，或是到组合成原子或是分子的时候，它本身一样啊。都是在变化在动啊在动啊。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那个诸行啊。无常。一切行一切都在行都在动哦。它转换成现象界之后，所有都在行都在变都在动。那个无常并不是不好的，它本身就是不断的一种流体的一种过程。好，那这里就是说那个星球诞生的一个哈，这是很大片的一片星云，然后它慢慢的一种酝酿，就像那个然后那鸡母里面那一种冷冻黑啊，母鸡里面哈那个蛋还没有生出来，里面还没有生出来，它里面有没有那个小的那个蛋，还没有成熟那个蛋嘛，知道吗？像说母鸡它今天它生一个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杀掉看它里面的话，它里面还有好几个那个没有成型的那个蛋哦，这样知道吗？所以里面有好几个在排队，那个蛋好几个在排队，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是慢慢的酝酿，慢慢的酝酿，然后它形成一个星球出来。这个也是，这个都是一个星球，它只要随便一片，这个就是形成一个太阳系出来啊。随便这个一片，它都会形成一个太阳系出来啊。太阳系啊。啊，这里就是解释一下，这个整个就是很大片的星云，然后慢慢的旋转运转，然后它会慢慢形成一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它会这样慢慢的突出，慢慢的突出，然后慢慢的它会更突出，再来脱离出来，脱离出来，它就形成一个太阳系，形成一个太阳系。刚才前面是一些介绍，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个太阳系它的形成过程。它也是一样，从一片广大的那种星云里面慢慢的凝聚，慢慢的。前面像太阳系它只是这个里面一个小部分而已啊。只是里面这个一个小部分这样而已啊。然后它出来的时候像这样一个出来，然后它就像一个太阳系，有没有？这已经分出来了。一个太阳系它一样里面在运转。
那个里面的核心它的那个压力最大，转速也会最快哦。那它慢慢的就会形成。以后当它正式形成的时候，这个是形成什么？对，这个是太阳。旁边的这些都会就形成行星。更小的这些就会形成那个一些流星那些。那我们再慢慢看它有没有。那这个都是经过几亿年啊，几亿年一直在酝酿啊，一直在酝酿啊。所以你看慢慢的中间因为越来温度越高啊，所以它就越来它会慢慢会产生什么反应？核融合反应啊，有没有？它慢慢的就会形成，就发光出来。你看内部的那温度越来越高，那外面的这些因为压力不够大，它会慢慢的形成之后也会冷却下来，但它会形成行星，没有发光。那中间这个因为它的压力很大，然后它的够大，压力又够大，所以它会形成那个核融合环境之后，然后它会开始燃烧发光出来。诶，中间这个就已经开始了，慢慢的这些就形成那个行星，后来就形成中间发光的太阳，旁边的这些它就形成那个行星。这些就是一些更小的那些粒子，那些组合成那个这些小行星。这是我们的太阳系。今天的天文学家哈，他们是还没有找到，但是没有人敢否定，这样知道吧？因为以前的观念太狭小了啦，认为以前那个观念都太狭小，认为地球这个才是宇宙的核心呢、啊，地球这样才有生命啊。但是当他慢慢打开视野之后，才发现呢、啊，地球只是沧海中的一粟啊，一个小米呀、啊。只要其他星球方面他们有适当的有这种有阳光太阳存在，然后它有行星有适当的因缘条件的话，一样会有众生的存在嘛，对不对？这都可以以此类推，其他那些有一样，或是他们人类，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不一定说每个阿罗汉都有，不一定。所以像有的那个目犍连他神通第一，那有的阿难律陀他那个天眼第一，这都有可能。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再来我们看地球的诞生，我们现在来看地，刚才是太阳系齁，那我们再看那个地球。这是整个星云，然后慢慢的那种转变，中间形成太阳，旁边的这些就形成旁边的形成那个行星。那我们再看地球的这些，你看地球它最初形成的时候一样哦，高温高热，知道吧？最初一样都是高温高热哦，因为都是由这些能源然后快速这样旋转，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地球的核心还是一片高温高热。地球的核心现在大概多少度知道吗？好像摄氏6000度以上。摄氏6000度以上，所以地球核心还是很热，外表这些它有冷却下来，比较适合众生那个居住，它就会慢慢的演变。那因为怎么样呢？在最初的时候都是高温高热，那因为它组合而成里面就一样哦，地水火风都会有哦，地水火风都会有。那它高温高热的时候，那个蒸汽水汽它会怎么样呢？会蒸发出来嘛，对不对？知道吗？前面这个地球它最初刚形成的时候一样高温高热，然后它这有熔浆这些，然后它会喷，会一样会把那个里面的那些水分齁、哦、会慢慢的蒸发出来。那个水分它会包括那个气体啊一样都会挤压升出来，然后它会慢慢的升到那个空中。当它慢慢的形成，慢慢的升到这个大气周中，然后当它因缘又成熟的时候，它又会降雨下来，降水下来，这样知道吧？降水下来的时候，低洼的地方就会形成海水，就会形成湖泊、海洋。只要你看呢、哦，所以地，然后海水又形成了，还有空气，还有风，啊，还有阳光、太阳又存在。
这样慢慢你看生命就慢慢起源了。地有地、水、火、风，有空，这些元素慢慢的有形的生物、植物、动物就会出来，这是缘起的甚深呢，缘起甚深，所以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而已啊，它会有无穷的变化，所以生命就这样慢慢的形成了。那你看海洋的形成就是这样不断的哦，刚才这样蒸发上去，然后降水下来，所以形成海洋。所以我们地球上的那个生物是从哪里开始？对，是从海洋开始的。地球上的生物是从动物，是从海洋开始的。那地球龙龙这样的形成是谁的抓取？你说谁的抓取？对啊，这是大自然的现象啊。那有些宗教师就会把你认为说，哦，这是什么？有些宗教师会讲说上帝啦，上帝创造。那有的会，有些佛教的会跟你讲怎么样？哦，这是业啊，众生的业啊，业力所形成啊。当然，我们这又扯开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他用这些业这些哈，然后慢慢的就会把一些罪哈要加诸在你的身上。不是，因为大自然的行是大自然的行啊。行是那个行走的行。对啊，对我说那个行啊，大自然的演变，一个分子、原子，他们这些都是在动啊，这都是很自然的、啊，不是谁在把它去命令它，或是你用那给薄力去改推动，哎，它才会动啊，对不对？不是的啦，它是本来就是这样啊，这是自然的现象啊。你慢慢了解之后，你才会。超越很多宗教师把你灌输一些业力，你才会超越掉，你才会从那个很多的原罪里面超脱出来。这个很深，以后我们再分析，以后我们再分享。所以我们慢慢去看到说整个的这些万事万物它的形成，包括所有动植物的形成，都是缘起啊，缘起甚深啊，那个缘起的背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推动啊，在创造啊，所以要从中去体会那个无我无我所。这是我们地球，这是太阳系里面的蓝宝石，这也是一样，继人类出现之后的生物，就是我们这个有地水火风空所有的万事万物，它就这样不断的这样酝酿出来啊。是你刚刚讲有地水火风加空会等于四哈、哦，不是等于是，而是会含有是、啊、含有是，含有是。嘿，那地球有没有地球的是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啊，因为现在这样，所以我说下一堂课我们会再讲到这些，然后你就会比较了解。你这个地球是的话，你这样不精进用功就把你摔出去，不会啊！真的，大地就是这样无条件、无所求的养育一切众生啊。真的，我们慢慢去体会。刚才这个都是属于蓝宝石的这些，然后将151年浓缩为365天，就是大自然的整个演变的这些，它从能源转换为物质，然后物质又不断的一直在酝酿整个变化，一个都是无常生灭变化，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缘起性空，再来就告诉我们无我无我所，所以这处处都是在跟我们讲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刚才讲说地水火风这样形成，那你看哦，形成之后的地水火风，它是不是也是一直刹那在生命变化呢？我们来看看，你看这是太阳，太阳本身哦，你看它不断的，这个都是冒出，它这个一冒出来，这个都比地球还大呢，你知道吗？太阳冒出这个熔浆啊，然后太阳它本身又是不断的一直在燃烧，燃烧。本身也是不断的在变化。你看，我们看这一张，太阳每秒钟将400万公吨的质量转变为能源，而且至少将在持续进行50亿年。太阳它本身不断的燃烧，
能源哦，他要放出这个光，放出这个能源，他一定要这样从物质转换能源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他一秒钟是烧掉这么多呢。那你看，为了照顾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哥，要照顾我们这些众生，你看太阳默默的在燃烧自己。太阳死了。所以我们要去体会，就是说，你看它每秒钟都是在燃烧，都在供养阳光能源来养育众生，无条件、无所求。第二个，太阳，你说有太阳是太阳从来有没有跟你收过会？没有，你从来没有说开过什么那个收费单要给你，要让你来收费啊，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大自然就是无条件无所求的来供应了。所以我们要慢慢去体会这一种无条件无所求，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出无条件无所求啊。大自然给我们的是无条件无所求，但是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这个世间，对这个大自然，对众生，我们做了多少无条件无所求的回馈？这方面值得我们去自我深思。对，大自然是无条件，但是我们众生也是在大自然中，但是众生本身就是有条件，对，但是他本身在大自然的一个一点，对，他自己有个自主性。对，这个自主性是怎么形成？那个自主性就是说，因为你从缘起现象产生之后，然后你不了解那个背后无我无我所，而产生颠倒梦想。就它的来也是从无我所那边。对对，所以大家要去慢慢体会，就是说，整个那个大自然的因缘是无条件无所求的来养育我们，来长养我们。但是我们做出来的，却都是在我所、我是、我能、我慢，还有有条件有所求的作为之中。所以真的要慢慢去体会之后，哎，我们很多的那一种观念会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要慢慢，大家慢慢的去体会。我们再来看看，你看哦，太阳光它这样发射出来之后，那你看，我们把它解析开来，阳光里面它含有一些主要的那种颜色，但是这些它又会变化出怎么样呢？七种颜色，再来它又会变化出无穷千变万化的颜色啊！你看哦，这个都是微妙奥妙啊！所以说缘起甚深，那个甚深都是在告诉我们真的那种奥妙。那我们看一下，介绍一下，就是说一个太阳的一个生脉，太阳当然包括整个太阳系哦，整个太阳系最初就是这样一片星云，然后慢慢的形成，慢慢的酝酿之后形成一个太阳出来，然后它一样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都一样。所以天文学家都在帮佛陀在证明宇宙人生的实相啊，知道吗？所以佛陀，所以我很佩服佛陀，就哎，他真的他提出这些哈、哦、无常、无我的这些法印，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说有任何科学家能够推翻这些法则。而现代越顶尖的这些科学家，包括天文物理学家，都只是在证明佛陀所提的那个无常无我的法印的那一种真实性、正确性。所以真的佛教它是讲的就是冷静理智的求真求正的，绝不是盲目迷信的。你越对这些实相越深刻的去了解的话，那么你就越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整个银河系，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我们太阳只是旁边的一个小点啊，只是旁边的一个小点呢、啊，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充满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我们这个这种太阳叫做恒星，一个行星，一个恒星。事实上，以前讲恒星这样是不对的，现在知道说这个不对的，
以前的观念认为说太阳是不动嘛，证明地球动之后，结果认为是太阳不动嘛，对不对？所以认为说太阳它是恒定在那里嘛。但现在天文学家都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太阳它还是在动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切万事万物都在行啊，都在变啊，都在动。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有1000亿到2000亿个太阳系啊，1000亿到2000亿个太阳系啊。啊，这是银河系从侧面看，从正侧面看，中间温度还是非常高。中间温度非常高，我们太阳就是在旁边，就是不会很热的地方，有点热又不会很热，这个一个很好的地方。太阳就是在旁边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星球，这是银河系。那你看这一片银河系里面就是有1000亿到2000亿个太阳系啊，所组合而成。你看这每一片都是一个银河系啊，每一片都是一个银河系啊。这个不是星星哦，每一片都是银河系啊。这个一样，哈勃太空望远镜他去照的，这里面是有很多他一张一张一张的一段一段的去把它照出来，然后把它那个再衔接起来的。因为这是看到宇宙那种非常深远的地方啊。那你看这整个的这些它一样都在变啊，都在动啊，都在生住异灭，都在成住坏空啊。天地虽大，这个天地讲的就是我们一个太阳系，地球讲的是地，太阳是天，天空也是天，所以天地讲的是我们一个太阳系。我们一个太阳系虽然大，但是在整个空旷的太空中却只是沧海一粟啊，一粒小米啊，一粒沙。把我们的视野心胸拉开，对于那种破除我是我能我慢有很大的帮助。好，你看了、哦、我们刚今天有讲到说那个地界的承载啊，你看、哦、大地，地它是极大极静极不增恶，它能够承载众生万物，有没有？所以你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不管你是好人坏人，总统民意代表黑社会大哥，都承载了，极不增恶啊，这样知道？你看，就是有大地的这些支撑长养，众生才能够在这里面安居啊。就是因为大地的这些支撑啊，你才能够在这上面奔跑啊。当你在奔跑的时候，你有去感恩这个大地吗？我们往往都认为，都忽略了它，也不知道这个大地它对我们的重要。我们常常在践踏它，但是我们却很少好好去感恩它。天主教教宗他如果出国出去访问，一下飞机他会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会亲吻大地。啊，他这个亲吻大地有什么含义知道吗？他这个亲吻大地的含义就是一方面尊重，一个是尊重这个国家，一方面最重要就是感恩，感恩大地。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感恩亲吻过这个大地？真的慢慢去看，慢慢去体会，我们的很多我是我能我慢会渐渐的消失。再来我们看这个水，海洋它是孕育地球上面的生命啊，动物植物，海洋它是个地球上那个生命的源头啊。而且这些海水它又会蒸发成为云，然后云又会飘到各处，又会降雨下来，然后这个雨水又会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没有？所以我们的生命跟海洋一样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刚才是海洋水，这是溪水啊。我们所喝的这些水都是来自海洋的提供，而这个更深一层就是地水火风这个水啊。然后再更深一层去看，都是来自于大自然这些、啊、
然后再往回 再去推溯，你慢慢再去推溯，你会去体会到那个缘起性空、缘起甚深以及那个无我。好，这个就是太阳。我们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的生命能源的总供应站，所有能源，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整个生命能源的供应站，知道吗？我们有好好去感恩过吗？这个感恩跟那种崇拜太阳那个又不一样哦。把太阳当作一个神、一个偶像在那，那再来拜，那又不一样哦。我们是去了解到说，太阳对我们生命的这些默默的贡献，而我们它都是无条件、无所求的在长养我们，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感恩过？这一章要看的这是风啊，又看你风都要吹哈，都要去感受的，因为风它是无形，就是说风它是介于无色界的这样。那风，你看，它就是大自然的风，它每分每秒都不断在流动啊，都在流动啊。那你的身体里面的空气也是一样啊，每分每秒都是在跟大自然的风哈、在跟大自然的空气都是在交换的、交换的。所以都要去处处去体会无常，它就是一直在流动变化。在这一章，你看到、它呈现出来就是，这是山嘛哈，这是地。再来这是水，这是火，还有遍布的风，还有空。你看哦，有地水火风空的存在，经过时空的慢慢的酝酿，慢慢的动物植物就会出来。你的存在你要看到是由地水火、阳光、火、风在支撑、在养育，所以你要去看到你的那个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的这些色身，它的到底是由哪些组合而成？所以要深刻去体会到缘起，缘起，这样哈、你才不会成为一个很大为的，你要才会慢慢真的那个深层那个我脉会降服。那当你慢慢去体会到这些之后，因为你感受到说，哎，整个大自然它就是 love you forever， 有去体会吗？当你慢慢去体会这些的时候，你去体会到那种大自然无条件无所求的在养育我们的时候，你那个深层我脉不但会慢慢的断除，而且你会一种感恩、知足、感恩的回馈的心，无条件无所求的来做你所该做的事情，而回馈这个世间。这时候你会从有我的世界慢慢的提升到无我，你还是一样积极的去做你所该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消极悲观的，你会很积极乐观的去做，然后这时候你会慢慢的展现出无条件无所求的去做该做的，你就去做。